好，谢谢。那我们接下来邀请我们的这个候选人陈德仁先生。好，没问题，没问题。来说明他的政见啊。好，我们每个麦克风都要清洁一下。对，好，请开始。优秀的两位镇长、县议员代表候选人，以及我们在场的乡亲，还有我们媒体人，晚安。晚安。德仁是一个啊，忘记了跟没有我们的原住民哈啊，波隆喽，你上班在发给发给山里嘎嘎，爱好干么？马波隆。哦。哎，谢谢。德仁是一个政治素人，赤手空拳的阿美族子弟，曾经是警察公仆，在第一线保护人民，也服务大众。今天参选县议员，为乡亲。愿意继续在第一线为民请命而奋战，是使命，更是承担的责任。德仁跟多数人一样北漂，离乡背景在台北市，从警多年以后回到我们花莲警察机关任职服务乡亲。我的服务的年限总共有33年的刑事资历，一生为国尽忠职守，打击犯罪，维护社会治安，牺牲了奉献青春与岁月，牺牲了我的生命三分之一的时间都在国家。德仁时常想着有朝一日要回到因为我的生长的故乡，就是我们玉里，我的故乡在玉里春日里，来协助我的乡亲，我的族人，借由长期身为公仆为民服务的历练与热忱，进而改善原乡部落的发展，尽力为族人奋斗，为原住民子弟请命而发声。为了现在的政治环境的复杂环境了哈，本人将跳脱政党的藩篱，朝优质、公开、透明的政治理念及方向服务群众，真正有价值的落实勤政，还有廉政的政治环境，能够在乡亲的生活中展开。赤手空拳。因为公务员刚退休哈，每一字每一句都要对自己负责啊，不好意思。啊，伊丁尼，阿法基巴伊萨利嘎嘎，萨卡杜沙哥，我哈马努马哥，瓦瓦努那莫杰亚哥，阿尼尼，咪退休。都告过一定的能把他带领来拿来忙啊天天没服务干部单我把你们带领那么告过告别把这些爱没垃圾爱，这是我对族人的。好，谢谢，谢谢，谢谢。